哎，大家好，早晨起来了，老李张罗好几天了，想吃那个大馅儿饺子，蒸大馅儿，我就把这点白菜给它切了它，就够了。我们今天蒸点那个蒸大馅儿饺子，这个里头放的这么点肉就够了，再把白菜给它切了。白菜，这个白菜不剁了，直接就切成这个丁就行了。点姜，把这个姜去点皮，锅里倒点油，放点盐，放点酱油，放点蚝油。这里头我搁了点甜面酱，颜色深了哈，进来。馅哈，蒸大馅哈，是吧？好吃，我这个大馅，我一个大馅，但是够大的呗，但是差不多。我没，吹吹你擀皮吧，我包啊。擀皮，擀皮吧，那饺子你擀皮啊？你给我抢上来了？我给你抢上，我不是正门。怎么着？这咋没正着？不好使呢，这咋？求你拿一个，我给你。这怎么着？不行了。这怎么着？这样呢？它裂了。它支撑。慢点吧。你感觉那个位置它支撑，它就扶住，它就下不去了。一定是那个咱们那个当家咱们家那地方帘子有事儿，这个帘子就绝对的。有卖的那个吗？那个就是那个光凉杆那个，赶紧吃得了。跟馅儿差不多，好了，开什么？
这得叫炸馅儿，这饺子不小吧？这样盖上，好了。哦，吃饭了，老李。哎，上午饭开始。上午饭开始了。早上老李也忙了一上午，上午就开始做完核酸就开始，上街。上街，我就在家包饺子。包完饺子，老李到家正好赶集儿。所以我们今天吃的是大馅儿。老李喜欢吃这一口。今天我特殊，我今天放面酱，其实我以前从来不放面酱吃啊。他说他喜欢吃面酱，我就说放点吧。真是薄皮大馅、这个白菜呢，我没有剁，给它切成块直接就包了。包完以后特别水灵。有面酱味吗？不大。不放、薄皮儿。今天又得怎么像我你没发现吃这个辣酱吗？把这个辣酱给翻出来好吃，多喝点。够了，辣椒多好吃啊。我吃几次了不知道啊，今天发生的一件事儿。惊心动魄的一件事儿。完了都出去把妞妞放出去了，完了都我印象是放出去了。完了着急外面喊做核酸，我们赶紧都做核酸去了。回来呢怎么也找不着妞妞。头回看到跟老贾急的该哭了那感觉。你没看有的小孩真要丢了还麻烦。还难受一些日子不行。难受我得天难受。我看老李眼赤巴拉的。这那昨天都找遍了，你没看见妞妞在哪儿。妈妈这回来就我喊妞妞。他在一个小角落里。猫着看着俺们俩，好像看笑话似的。这不又气又急。我问老李，我说你放妞妞，他放着，我放着你弄回来呢。他说可能在外面。我的天，给我吓坏了。怕别人抱走了。谁是抱不走？抱走了。抱不走。他一见什么事儿，就钻到咱们车底下去。谁抱不走？抱不走。还行。还挺尖，但是怎么进来的不知道，我没有印象进来。是不是还没跟着你一块进来了？可能不知道。咱妞妞特别尖。我是今日把它放出去的，完了我就
穿衣服，我这河川了，我先走他。我说你又出去，他怎么跟你进了？你不知道？嗯，我不知道。嗯，但是我的印象，他是一直在外面的。多危险！急坏了，可不能这样吧？哎呀！哎，我吃好了。吃几个呀？我不知道吃几个。